享娱乐就是分享快乐，纵览神州娱乐万象，俯瞰全球演艺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星畅聊会，我是主持人美娜。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实力演员和歌手陈秋实，大家掌声欢迎他。谢谢。来，秋实，那个很多朋友都说你颜值特别高，特别帅。对，我刚刚其实，在我们两个聊天之前，我一直在看那个我们的那个互动区域嘛，其实很多你的粉丝都已经在等候你了。感觉怎么样？幸福吗？挺幸福的，特别幸福。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吗？是第一次做客新浪的节目。最近先说说自己最近在忙些什么吧。最近因为出新歌了嘛，然后包括宣传啊，然后为了之后可能接的新的片子，然后再忙那个戏的事儿。还有宣传歌的事儿。所以我刚才介绍的 logo 绝对是对的，就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兼歌手。对，给面啊。秋实其实性格特别好，对，然后就是他的经纪人默默的开心的微笑了一下。其实在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化妆间的时候也有沟通，然后发现就是特别大男孩，然后阳光开朗的那一种感觉。是，对，我就是个大男孩。听说刚刚完成自己的粉丝见面会是吗？对对。是在哪儿呢？在艺空间，在751旁边。那当时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场景？当时的场景特别惨。特别惨？为什么有惨这个字来形容？其实我挺丢人的，我真的觉得挺丢人的这事儿。哎呀，我觉得本来见面会是挺开心的畅聊会嘛。对，应该畅聊起来很开心。那天就是唱的不少，就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活动，然后跟大家粉丝朋友也好，就是这么多人基本上全是家人吧，都已经很熟悉了。然后一个没有什么压力的一个，就相当于大家一起开个 party 一样，应该很开心。但是你们一个个跟我套路是不是好行，然后反正给我感动的够呛，然后我就哭得特别惨。套路？这个套路应该是怎么套路的？他是做出什么让你很感动的事儿了吗？就是我一开始他放了一个视频，是我从去年到现在所有活动的一些图片剪辑、视频剪辑，然后包括右边有一个弹幕，不是弹幕，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所有的活动全部捋出来了。当时我看这时候我心里是有点感慨，因为我觉得是不是你自己都没有收集这么全过？我都没有想过就去收集这个东西是吧？已经出席了这么多活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看了这些以后发现其实我已经经历过不少事情了。就不是，而且我一直都觉得我走一路到现在一直是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然后很幸运碰到这些粉丝朋友，很幸运碰到我现在的工作人员，很幸运碰到蔡老师，很幸运碰到很多很多机会。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突然间发现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幸运，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了。对，就觉得其实跟天赋啊，也是由于天赋异禀，是吧？会聊天。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我是觉得经历过那么多，然后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就有一些百感交集吧。然后当时心里是，可是那个还不至于让我哭出来。就我在走上去的，你的泪点在哪里？就是我走上去的一瞬间，然后所有场灯一关，然后所有灯全部不是把舞台灯全关了，然后场灯全部打开，然后所有粉丝然后举着手幅，然后什么世界上最好的陈秋实什么的那种。我觉得不是那个一定特感人。对，我那个情绪就那个就是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一下子就起来，就哎呀，眼泪就没完没了。其实我也在套路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让我哭了，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紧接着，因为这个活动完了以后，我紧接着要唱一首歌。是时间煮雨，我就觉得你们让我哭，我就肯定要把你们给唱哭了。所以我真的是含着眼泪唱完了一首歌。但是我当时也确实也特别感动，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让我一个人光感动，你们也得哭。就是我哭醒了，你们也得哭。对，那当时粉丝是不是都已经就是也是哭得不行了？是，我听见了，反正有旁边有一个小妹妹说：“陈秋实，你要再哭，我死给你看！”什么的这种。那当时还哭，是不是一下停止了？我真的，我唱歌的时候我已经好几次就深呼吸调整情绪，但是调整不过来，因为当时那个现场氛围也好，就感觉到那儿了。
确实气氛太好了，再加上你能感受到大家对你是真的那种喜欢和支持，对，让你觉得很感动。对，那一直我们刚刚都说秋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歌手，一个是演员，还有一个身份 ，what？段子手，段子手是吧？对对，我是一个逗逼。那快说说段子手这个是怎么来？是你自己封号的是吗？也一开始也不是我自己封号，就是一开始我是一个在生活中就是比较能够制造包袱的人，制造点的人，就是很多莫名其妙，哪怕我蠢也好，哪怕我怎么着，反正老干一些蠢事儿，就特别招笑。是那种就是说你是无意的，还是说是有意的？无意的。无意的。对，有的时候是有意的。哎，那我能理解成就是男生里的傻白甜吗？就是蠢萌蠢萌的，蠢。蠢萌蠢萌，对，蠢萌蠢萌。你的粉丝发现这点了吗？发现了，他们都知道。嗯，他们有没有根据你这个特点起什么外号什么的？无数个是吧？太多了，真的太多了。这时候外号太多了，我数都数不过来。你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叫你什么呢？他们叫什么我都喜欢。嗯，叫什么都喜欢。我们看这边，有好多你的粉丝朋友啊，像是，懒猪酱，还有呢 ，ice。还有，这是他们的 ID 是吧？对，这就是、啊、我以为他们起的外号呢。我说没听过这俩呢。没有没有，这是他们的 ID 的名字叫这个。然后呢，还有陈秋实的啊，陈秋实的睫毛君。等等等等，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直在说给你起了很多很多的名字。对，因为就是喜欢你。其实好像喜欢自己一个偶像是总是会想说给他起一个小昵称，这样就表示很亲切的那种感觉。其实啊，对，其实他们不起外号我们也很亲切。你们平时经常会有互动什么的吗？对，会在某个就唱歌软件上面，有的时候会直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然后唱唱歌啊什么的。啊，就反正互动其实还挺多的。对，就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高兴的、不高兴的，反正基本上有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分享。所以在生活中你也是个，就是比如说有情绪愿意去跟大家吐露。对对对，我是一个其实心里是憋不住什么事儿的人。对，你就不能说我不爽，我就不想一个人憋着，我就哎，我觉得这一点大家特别像，对，我也是那种沉不住气，就是我是一定要说出来我才能解决的。你开心也好，我开心，我就想告诉全世界我特别高兴，我想让全世界的人跟我一起开心。我伤心的时候呢，我想，但是我不想跟全世界说啊。伤心的时候可能会找一些个别的朋友，然后聊聊天，然后把自己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别人安慰安慰我。我心里会好受很多。对对对。你要不说出来的话，太憋。太难受了，对吧？对，那还是聊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啊，说到这个话题，除了段子手这个我们不提吧，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身份，那你本身而言自己是更偏爱哪一个的？更偏爱演员吧。更偏爱演员。那这么说他自己还特别喜欢拍戏。还挺喜欢拍戏。嗯。特别喜欢吃剧组的盒饭，吃的特别香。真的假的？真的。不都说剧组盒饭超难吃，巨难吃无比。我跟你说啊，我这人就是贱。就是贱，没错。就好吃，我就不爱吃。不是不是不是，难吃的。就是你平时在家的时候，你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可能你到饭点了，你不想吃。不想吃就不吃了。但是你在剧组拍的时候，你可能拍摄一天，然后你很辛苦很累，然后到饭点你就饿了，有可能你会吃两份盒饭，这是我平时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我可能平时就吃饭就扒两口就完了，就不饿了。但是去那块儿的时候，因为你工作量可能特别大，然后你就吃的多。然后睡觉也睡得香，就特别好。那看来的话，那你还挺喜欢这种非常忙碌。对，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待不住是不是那种？而且你每接一个戏，就相当于是一个，你换了一个人。比如说你这个剧接的是一个医生，你会站在医生的那个角度，然后你来享受不？你对我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你要演一个医生。那你就是个医生，你享受的是整个医生他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就不再是你了。你在拍戏的时候，你就不是陈秋实，你是那个医生。所以你就可以通过拍戏，你可以经历过很多人的人生。你就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对，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确实。那不过拍戏其实也是挺辛苦的吧，就很累。还好还好，看拍什么，然后也看行程，这种。所以自己也是就是痛并快乐这么一个过程。对，而且在拍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一直憧憬什么，你一直想做什么东西，你可以
如果有机会你接这方面的戏的话，比如说我的梦想，我的理想一直是想当一个警察，嗯，然后有一个剧然后找你当警察，你就可以体验当警察的那种感觉，就很好。那可是如果比如说你的那个想做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但就没有这样的剧本碰到你，慢慢碰呗。你就拍别的也有意思，只要是我没有拍过的角色，只要是我没有拍过的那种人设什么等等等等，我都觉得我想我有兴趣，我感兴趣，我想去尝试。嗯嗯，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问一下，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拍戏是什么时候吗？记得，嗯，去年六月份。当时是饰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医生啊。什么样的感觉？医生，哎，第一次拍戏的时候其实还挺紧张的。有没有说就是哎，就是刚开始？嗯，真的不太懂，因为之前在学校，你看我们排练都是什么小品啊，包括舞台剧一些这些，他不会用到那么多什么灯光啊什么。至少我第一次去拍戏，我学会了很多名词，还有什么机位呀、啊、什么乱糟糟的，是吧？对，然后我第一次去拍戏的时候，至少我学到很多名词，包括成功搬的什么米波罗呀，什么各种板儿啊。什么米波罗？嗯，那是什么东西？米波罗就是板儿，泡沫板。然后苹果箱啊。苹果箱就是那个梯子，那个一楼、二楼、三楼啊什么的，反正这些都是从第一次拍戏学到的。就觉得，其实虽然说这些我知不知道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真的是蠢萌哈、啊，就是某一个点一下就让你觉得、啊、特别逗，自己说自己又找不回来了。啊、确实是不重要，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员，这些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你只要演好就行。但是。反正至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现在知道了，我拓展了我的知识面，我觉得挺有意思。嗯，那最开始拍戏的时候对你来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你觉得不太能非常好的或者说非常合理的去把握这个角色？有。嗯，就比如说你拍戏的时候有的，其实啊别看我现在这样大咧，其实我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挺内向的一个人。哎呦喂，挺细腻的是吧？对，挺内向的。我们可爱的经纪人姐又微微的一笑。嗯，比如说啊，说给自己细腻。比如说有的剧他可能要突然的爆发点，嗯，就我一下就生气了，我拍桌子，我就怎么样这种。嗯，但是你可能周围全是人，就是场工也好，摄影师也好，灯光也好，音响也好，这么多老师，然后收音老师也好，这么多人看着你。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不好意思就放出来演啊，干嘛的？那是刚开始啊，我说是。对，刚开始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而且你像这种爆发的点吧，一般他都会来回好几个反打也好，就好几个机位同时拍，然后拍完一遍以后再拍一遍，不拍这边还不一定过，你要重复很多次。然后如果说你要是一直都是演不好的话，你要耽误大家伙的时间，你是不是就压力特大？那个对，你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哎，老师不好意思，老师辛苦什么，就觉得很有压力。对，嗯嗯。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一般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马上就是千万不要紧张。我现在就感觉你正式拍戏的时候你把它当成排练，你排练的时候把它当成正式拍戏。嗯嗯嗯嗯嗯，这样就能演好。对，所以其实还是关键是不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所以反正我至少我现在，拍一个镜头什么的，反正还挺快的，挺快的。嗯，还挺顺的是吧？嗯嗯，有没有说自己特别想尝试的角色，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完成？说实话，有很多是吗？真的有挺多的，只要是我没尝试的，我都想尝试。比如呢，最想尝试这个 favorite 是哪个？嗯，其实我挺想尝试民国题材，然后去当一个，我很想。哎，我觉得你演民国题材肯定能行，就戴一小眼镜，稳稳的，真的。就是我想当一个，比如说，就是什么茶庄的小老板呀、啊，什么就做点小买卖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可是这种角色会让大家觉得很平淡、啊。对，我就想体验这种平平淡淡，在那个时期那个时期不存在什么平淡。哦。民国，你想。嗯，就各种，甭管你打仗也好，这个那个也好，你想平淡，你只能是在很混乱的一个场景里面寻找的那一丝安稳平淡。就像山的话剧茶馆儿，对对，就是很安逸的，就想觉，对，想演那种感觉的。嗯，那还挺有特点的哈。一般就我问别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比如说我演一个神经病，或者说我演一个实力派的富二代大偶像。或者我只演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很少没有说想要一个很平淡的人物，对对，平静。嗯，可能嗯，
是挺养眼的。那这种平淡的人物，或者说这种本身就是自己那个剧本里啊，并没有太多波澜起伏人物，是不是？其实内心戏更难把握，对，他更难演吧。这个是我最想说的，因为我不吹不黑啊，我是一个比较，真的是一个比较，可能情感比较细腻的一个人。我可能我拍戏也好，我首先揣摩的、首先体会的就是这一场戏里面那个人物他的心理活动，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事儿如果真的放在我身上，我应该怎么演？嗯，就是真的就是代入感，你作为一个演员要代入感，嗯，代入感，然后你去想象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比较兵荒马乱也好，也不能说是兵荒马乱。一个比较乱的一个社会里边，你怎么才能寻找那一丝安静？嗯，你寻找那一丝安静，你心里肯定也是那种担惊受怕的，你不可能说真正的全部放松起来。就那种动荡里，然后又演着细腻，对，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很纠葛，对，很难把握的，其实，嗯，所以就很想挑战。行，我们这种平淡的戏你要演好，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嗯。嗯，刚才我们看到这边有朋友一直留言啊，说哎呀就是太可爱了，难道你要做文艺男青年吗？什么什么一直在说这些，对，人一直都是文艺男青年，好吧。 嗯，我们照顾一下这边优酷的朋友啊。那可以看优酷成在提问说会不会考虑演反派角色。会啊，我演过了呀，演过反派角色。那你觉得你饰演反派角色是那种非常得心应手吗？能演出那股坏劲儿？能啊，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完全一个善良脸。不是，听我说啊，有很多很多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气质跟气场，但是我问过，因为这话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跟我说的。然后呢，他跟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气质。然后我问他，我说我的气质是什么？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痞劲儿。你往那一站，别人就觉得你痞痞的，所以我觉得痞痞的这种劲儿，其实反而更适合演一个小也坏人，也不能说是演坏人。比如说，你看《余罪》了吗？看了。对，嗯，张一山演那个，他的劲儿就是痞痞的，但是他演的是个警察。嗯，是，对，对吧？对，一般在大家所有人的理解里面，痞痞的那种感觉就是小混混、小流氓那种。但是痞痞的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去演警察。你可以演成一个很有意思的警察，比如说张一山演的。对，其实这种本身的这种外在形象和自己所饰演角色这种冲突，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而且这真的，我说到这个余罪，我说两句啊，这个说到点儿上了。这因为我经纪人很早，经纪人很挺长时间之前就跟我说这句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看。嗯，然后。就前两天吧，就无聊看了一下，哎呦，熬了两个通宵看完了。我这边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就说是看上就停不下来了。对，就是你不看完，你觉得不爽，就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就全看完了。嗯，两天，看完了，看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看完的感受主要是什么？有没有说自己也想就是尝试一下这种感觉？我要点评这个，我要点评这个剧可能不太好，这样只是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嗯，其实《余罪》这个剧，它拍的其实不是挺切合常理的，嗯，正常的警察跟保美之间不可能像于小二跟那个老大他们那种关系，他演的有点太理想化，嗯，对，他不会那么简单的，嗯，但是。你说他只是一个网剧对吧，然后大家而且他拍的真的很有意思，包括张一山的演技啊，其实挺好的，尤其那个双人教程那段啊，然后那个挺好的，嗯，干什么，然后但是就很有意思嘛，大家至少你说正常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看一个剧觉得哎有意思，我能看得下去，这个剧就是一个好剧，对，就可以了，对，其实更多时候怎么说，就看电视包括说看电影更多是一种消遣嘛，对，就更多是一种享受。嗯，我们现在抛开演戏这部分不谈啊，来说一下歌手这块，唱 唱歌这块也是刚刚发行了自己的新的单曲，嗯，分手记是吧，这个单曲能不能以你的视角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那个，从你的角度。我怎么说呢，我自己写完这歌，其实歌词是一个很平常很平常的歌词，嗯，就很白话的歌词，嗯，因为我觉得真正你要想描述两个人分手，我不需要用什么太华丽的词藻，
就是分手像什么什么感觉，像什么什么感觉，我不想波涛汹涌什么什么难受，就是难受，你不用说找一个别的东西来形容难受，我就告诉你我很难受，很直白。哎呦，对对对，有道理，真的是，就是不开心就直接说出来。对，我不开心就是不开心，我伤心就是伤心，我分手就是分手了。嗯，只不过我不能，我站在我的角度来叙述的话，其实我想说的全部都在歌词里边。嗯，歌词已经全写出来了。我希望是每个人听到自己歌以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嗯，这是我的想法。嗯嗯，那你有没有说从暂时为止，就是粉丝的反馈来看的话，得到一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评价呢？啊，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没有怎么刷微博，但是呢，总体的评价反正感觉好像还不错。嗯，大家然后都反响等等也好，包括有的朋友说啊听哭了什么什么这种，那就我觉得至少我的目的我的作用达到了，我就还觉得挺满意挺高兴。我决定说带我们的所有粉丝朋友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歌词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掺杂你个人的经历呢？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假的？真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朋友？而且就那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真的不是一个朋友两个朋友闹分手，身边的朋友简直就跟约定好了一样一起分手。传说中的分手记就是这样啊。对，就觉得很神奇。嗯，就到那个点，然后就开始夸夸夸夸夸，哎，今天我分手了，明天他分手了，后天他分手了，身边的朋友就在那个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内吧，就玩的比较好的全分手了，基本上。这都是不传染的、哎、我不知道，就很神奇啊。就比如说哎，两个人是好哥们儿，然后比如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我去跟她讲这件事情，不行，你分手了我也要分手啊。不是，但她听着之后她就会联想到自己的感情、啊、就会有点变得细腻。应该不会，像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一帮没心没肺的人，他们不会的。男生是不会这样，女孩不一样，女孩聊这个时候就肯定会想到自己。嗯，对对对。那你身边朋友是属于那种就什么事情都会愿意跟你说，你是这种就是属于说男生版的知心大姐那种感觉吗？差不多，就还挺多人愿意跟我说他自己心里话的、嗯、包括有很多粉丝朋友给我发私信把我当成树洞。嗯，然后最近遇到什么困难，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发私信给我。嗯，有时候我翻私信的时候会看到，但是我不会回啊。就看到，但是我可能会站在他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想完以后就是我没法告诉他，可能因为我看完以后他刷刷刷特别快就过去了。 但是其实自己听多了看多了也是觉得是一个挺奇妙的事儿。嗨，什么事儿都有，反正发的。就不同人有不同的经历嘛。对。其实上一张 EP 梁小无才获得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评价、对。包括说像是什么很多什么新歌的榜首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这都是浮云，这不重要。哎呦喂，都是浮云。看我们的可爱经纪人姐姐又默默地露出了可爱的笑容。她呢可爱吗？你觉得这两首歌曲的曲风各方面有什么很大区别？梁小无猜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节奏感比较欢快的，让人家听了以后就觉得啊是一个小清新啊等等这种曲风这种类型的一个歌，但是分手记可能让别人听了以后会觉得压抑一些。就本质上有很大差距。那你觉得说自己创作完分手记，你觉得在整个自己的唱歌方面啊歌手方面有没有说提升一个很大的平台？至少我觉得让我知道了作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你创作这首歌的歌词耗时多久？一个星期吧。可能这么快啊？差不多吧。一个星期。对，差不多吧。当时是怎么样有这个想法说哎我自己去创作一个？首先是因为蔡老师他的歌是他自己写的词儿啊，所以我觉得我的歌我要让别人写词儿我是不是有点丢人啊，然后我就自己打算自己写，正好我身边的朋友都发生了这种事情给我的灵感，然后我就抓着这点灵感我就偷偷偷写。我特好奇你身边朋友看你写的这首歌。哎，真有，我跟你说这真有，就是听着歌就嗷嗷哭的。那我觉得他们一定特别感触特别深，因为根据他们的经历来说，对，很多很多都是他们给我的想法。然后比如说问你分手的时候，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分手了以后，你觉得让你觉得最难受的是什么？
我觉得你马上有第四个身份了，主持人，好吧？啊，我曾经当过。嗯，好。我分手的感受啊，就难过呗。嗯。但是，对方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就是我分手之后，对方给我留下比较深。对你去分手完了以后，你现在分手以后，你在想之前他跟你在一起的种种经历里边，你觉得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嗯，就如果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话啊，就是基于一个比如说相对和平分手。前男友看着点啊。哎呦，反客为主，今天要哈、啊。说吧。要是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的话，我是会想到说好的部分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比如说，就哪个点？感动的点啊，就很浪漫、很感动的点会留下什么？不是，其实我可能说了以后你会有感触。其实如果真正分手的时候你想起什么会最难过，你就想起对方的笑容，他对你笑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每次分手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以后可能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等等，哪怕你们是他就不能冲我笑了，普通朋友，哪怕是普通朋友了，情侣之间的笑跟朋友之间的笑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做了什么很感动的事情让你感动，那个时候他看着你笑，那个画面，那张脸，那个微笑的样子是你永远记得住的。但是如果你们分开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了，就觉得很心酸。这是我朋友的给我的点，包括我一说，我总结啊，周围人有道理，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就哪怕两个人变成朋友了，等再见面那种微笑，感觉不一样，又跟情侣那种笑对是不一样的。对，我之前看到微博上有一句，就大家疯传的一句话，就是说，一眼看到你就会笑的人，你不知道他有多喜欢你。嗯，就是反正就是说那种。还有一句话是说，有一种人，你不管你多生气，只要看到他，你就会笑，就没气了。那至今我是没遇着。秋实有过这种类似的感情经历吗？目前来说，可能有过吧。那咱们下个话题。行，这个就给大家暂时留一个那个小小的伏笔。对，你们可以就是猜猜有没有，然后或者设想一下曾经他的感情经历，可以发私信给。反正他们的脑洞都很大，他们可以自己去脑补。对，这点我很放心。对，可以根据秋实自己的性格去脑补这个画面。你们可以接着写小说。什么什么的，对对对。那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巡回的粉丝见面会，像是去年的时候，北京啊、广州呀、等等等等。那这一次，像就之前的这种粉丝见面会的感受和刚刚举行完的，是不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之前那种是相对于更之前的那种，说实话，之前那种是刚出来，就有点墨守成规，是吧？也不是墨守成规，就刚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没有经历那么多呢，没有那么多感触，就觉得见面会的时候，就是跟粉丝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唱歌也好，就是把它当成一项任务来一样，就必须要认真努力的去完成。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觉得已经经历那么多了，大家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粉丝朋友了，大家都是家人。像家人一样。很亲近。就在亲近的人面前，你不需要有那些包袱也好，就不需要有那些东西，就该怎么样怎么样，生活中什么样，现场就是什么样，就情感很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对，你觉得对于你的演艺事业来说吧，哪件事情算是你的转折点，或者是你一个特别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剧，从第一个剧开始的。医生。哎，你当时是怎么找到你去饰演这个角色的？机缘巧合，这个事情已经跟别的故事里边大家都知道，这不用说，不用说太多了。行，我看朋友这边有提问啊，说秋实一直很喜欢你，那《分手记》的 MV， 有没有说一下 MV 这个部分 ？MV 还没有拍，但是我大概在我脑海里面有大概的故事情节啊、拍摄手法等等等等，我可能会按照我自己当个导演，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拍。那你有没有暂时脑海中构想出了一些？说出来没有惊喜了，说出来真的没有惊喜了。就你是一点包袱都不攒，不一点那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很讨厌，就有一种人特别讨厌什么，就特别喜欢剧透的人。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然后欣赏一电影特别好看，
然后他看过了，你还没看，他就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电影哪哪哪谁死了，然后谁怎么着，然后谁是叛徒，谁是全告诉你了。”你看这个电影就觉得哎，好没劲，好无聊。所以我不能当那种人，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们。嗯，你们慢慢期待吧，好吗？嗯，他总是为自己不给我们爆料这件事儿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对，我不能做那种讨厌的人。嗯，不过这种理由到最后我决定还是接受了，也是非常的合理啊。哎呀，那其实对于你来说的话，从最开始，嗯，这部剧的拍摄让很多人认识你，喜欢你，然后到后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唱歌呀、发EP啊什么什么的，嗯，在你刚刚开始被很多人认识和接受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吗？就比如会不会走到哪儿会不会有点不方便啊什么的，大家都认出来你啊什么的？嗯，有，肯定是有的。你像正常，你说之前没出来的时候，你走在大街上谁认识你？嗯。也没人跟你说话，也没人干嘛，就大家，而且北京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很忙碌的城市，嗯，每个人都在忙着，就大家都很赶，嗯，就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去管你，谁管你，对吧？但是你现在可能你出来以后有一部分人认识你了，在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可能哎，秋实，然后就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啊什么的，多少还是生活会有一些变化。嗯嗯，第一次别人去跟你合影或者跟你聊天的时候，当时心里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就觉得哎呀，有人认出我来了。不是，当时觉得哎，我好像有点火啊，有点人气了，稍微。就说实话，这真的是我当时的想法，嗯，就觉得哎，我有点人气了，至少有人认识我。嗯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年龄很小嘛，那对你来说不小了。在我这个岁数，是不是在我们老家，是不是老家乡，是不是孩子都多大了？别闹！开玩笑啊！其实就像你，嗯，怎么说，刚步入娱乐圈嘛，可以说娱乐圈相对这词儿用有点浮夸啊。嗯。但相对来说，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这个工作环境氛围，你觉得对于像你现在年龄偏小的来说，会不会有一点刚开始接受不了，或者是有很多难以去适应的地方？有。因为有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嗯，有人夸你，就一定会有人骂你。嗯，那些不好的词，谁看了以后都会难受。嗯，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被那些人骂等等的，心情会很不好。可是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现在哎无所谓，你骂云淡，骂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心里就这么想，已经变得云淡风轻了。对，已经无所谓。嗯。那现在其实就是受到那种质疑和批评就不会被影响了吗？不是，如果说他们真正指出的是正确的点，嗯，你看了以后你当然要改正了，你就觉得哦，对，我确实这么做不好。嗯，如果说真的是我自身有问题的话，但是有因为很多事情，比如说吧，有很多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嗯，就是粉丝朋友们他们心里会，他们脑洞特别大，他们会联想，嗯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会他发发发发，说不定都会写个几千字的一长微博，就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做？真的，就真的会。我的妈，他们脑洞会特别大，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凭照他们的想法去弄的。对，所以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你要去自己去听去看，对，不要听别人去。对，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有些误会是我不想说，我也没必要说的。你们至少如果说你们真正喜欢的话，你们自己慢慢接触我这个人，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嗯，你觉得生活中你是一个去愿意解释的人吗？就你会说尽量让大家对你印象都好，你会去尽量让每一个人认可你吗？我会尽量的希望让每一个人认可，说实话，每一个人都希望会收获到更多人对我的爱，嗯，更多人对我的喜欢，嗯，但是人没法十全十美。对，哪个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但是你如果说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千万不要从别人的嘴里边去看他，你要通过你自己的眼睛，你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你去了解他。嗯，这年头亲眼所见都不一定是真的，你听别人说就是真的吗？嗯，对吧？对对对，还是要粉丝们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感触。我们看到一聊到这个话题啊，嗯，有一波粉丝就开始支持你，就是在我们眼里是最棒的，谁说你们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一下小情绪就起来了，嗯，一下就变得宝宝有小情绪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对你这种关心是一种温暖哈。嗯嗯嗯，那生活中，比如说你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心烦的事儿，你会用微博的方式去
表示了。微博不会说，嗯，但是可能会在某直播软件那个唱歌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会说的。嗯嗯，就聊天聊到哎呀，有点烦啊，最近怎么怎么样，会偶尔说一说。嗯嗯，但是其实大部分如果说真正遇到特别糟心的事儿，我也不会说，都是一些。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些烦恼才会跟大家说，真正大烦恼就不想说出来让大家担心。我觉得大烦恼都是硬挺着。对，真就挺过去就好。如果说真正是特别大的烦恼，你说出来也没用。对，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嗯，对不对？你说了，他不可能就说啊，我就不烦了，这事情就过了，不可能。嗯，说不说他这个事情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嗯嗯，啊，我们看到这边呢，看一下优酷这边的网友朋友啊，照顾照顾他们。啊，说呢，能不能分享你一个小怪癖给我们？小怪癖，这个我的怪癖，嗯，来吧。我有什么怪癖呢？那谁都有点小，偷偷有小秘密、小怪癖什么的。没有什么，能想到就是睡觉的时候喜欢不穿衣服裸睡，这算吗？这不算吧，我觉得基本上男生什么很多都是喜欢这么睡吧。嗯，对对吧，男生穿睡衣有点娘、嗯、你穿睡衣就不盖被子了，就嗯，除非冬天的时候穿那种厚的只往床上一躺的，这算吧、嗯、算吗？嗯，大家全发哈哈哈哈哈哈、哦、那算那行，不管那这个点就算是大家接受。嗯嗯嗯，那再聊一聊自己除了工作以外的一些话题吧。可以聊吧、嗯、就是父母其实支持你做这个行业吗？其实啊，我想说一声，嗯，可能我爸我妈也在看啊，爸，我这话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嗯、就是曾经我虽然说我主要感兴趣的方面是拍戏，嗯，因为可能我专业在那儿，我特长在这儿，我不会说去涉及太多别的东西，还有音乐啊。但是我是从小真的是很喜欢听歌，很喜欢唱歌的人。但是我小时候可能唱歌，哎，就那样，就是能做到不跑调，很普通，很普通。当时我爸问我说：“你以后长大以后你喜欢做什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当个歌手。”我说：“我想唱歌。”他说你能不能现实点，北京北漂人那么多，那么多人喜欢唱歌，那么多人喜欢拍戏等等等等，你就觉得你能出来吗、嗯、我说，我当时跟我爸这么说的，我说哪怕我去街上卖唱，哪怕我拿个碗放面前，我自己觉得我每天能吃点东西，哪怕我吃不饱，我每天做着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就很开心。你那么小就这么大决心、那也不小了，初中高中吧，那会儿嗯，然后但是当时家里人是肯定不同意啊，一直就觉得啊、嗯、你这个想法不成熟，你太小了，嗯，你对你自己未来没有一个真正的认知，就父母的理解总是要你要有合理的规划，但是确实是他们说的对，嗯，真的说的是对的，但是等你慢慢长大慢慢接触的时候，因为机缘巧合你已经让一些人知道了，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嗯、我觉得这条路就行得通了，我就可以捡起我当时喜欢做的东西，我现在来做。嗯，至少我微博认证的第一个职业是歌手。嗯，代表作《两小无猜》，这是我第一个认证。嗯，当时我觉得这事儿挺打我爸脸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当时有没有给你爸打个电话就说这事儿？我跟我爸说了，我至少我觉得曾经的我一直给我爸我妈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小孩子，我说话没有话语权。嗯，我说话没有力度，但是现在我爸我妈会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来看。嗯，比如说他们会做什么决定等等等等，他们会给我打个电话也好，问问我的意见，我觉得怎么样，会去跟你商量，对，会跟我商量商量。嗯，而且我一直觉得包括我爸那天见面会完了以后我不是哭了吗，哭得很挺惨的。嗯，爸妈也去了。挺丢人的，挺丢人，不是我爸我妈没去。嗯，但是那天晚上本来都没什么事，我去后台坐着，哎呀好不容易不哭了，往那一坐，我爸唰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又不行了、啊、真的就是说就是不让我歇了、哎、是默默是吗、啊、就我当时心里就是哎呀太丢人了，就是没完没了了，就是你哭过以后你感觉会变得更脆弱，就稍微有人挑你那根线你就对对对对对，就更敏感、啊、那个时候。嗯，我爸就说，其实也没说别的，就说这次见面会很成功很棒，然后说你以后的路
你自己走，就基本上都是这条路全部是靠你自己，爸妈不会给你太多更多的别的什么帮助什么的，但是会一直站在你默默的，一直默默的站在你身后支持你。嗯，是这种话就已经很感人了。对，然后说什么，嗯，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啊也好，这种话，其实我一直都说，我觉得一个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哪怕你活着，你不能给你的家人，不能给你带你的周围的朋友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你活着跟没活着就没什么差别。嗯，所以你要活得有价值。对我来说，我现在人生我觉得挺有价值的，至少我觉得我让我周围的朋友也好，让我的家人也好以我为傲。嗯，我挺高兴的。嗯，非常非常不错啊。那第一次父母去认可你，就给你鼓励，在这个方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刚拍完吧。刚拍完。刚拍完，然后就突然间稍微有人知道一些我了。嗯。当时我爸我妈一直觉得，哎，你这算啥？你走大街上有人认识你吗？什么这那个。自己还觉得像回事儿，是不是？家长都那样，就他会说你自己还觉得像回事儿。对，你别，他一直跟我说，你别眼高手低，你现在哪儿到哪儿。对不对？你别太浮躁，他是想让我不要太浮。对对对对，我自己明白。但我当时觉得，我怎么没认识我呀？我真有，我跟我爸我妈说，我爸，你别吹牛逼啊，就开玩笑的这种。其实他们只是想让我不要那么浮躁，其实挺感谢我爸妈。嗯嗯，所以你其实觉得自己，跟爸妈沟通其实还挺多的，你属于是那种，其实不多，因为我很多。自己的工作上面方面的事情等等等等，我不愿意跟我爸爸妈妈说，说白了跟他们说他们也不懂，不太了解我工作性质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跟他们说他们理解不了，他们不懂。哎，确实。所以跟他们说完以后吧，跟你说好多，比如说今天要上采访，嗯，我爸今儿早上给我发了个短信，发了个微信，就特别长的一段，就说什么采访好好采啊，那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实话，采访也接受过一些，大概怎么着采都知道，爸知道吗？爸，你我知道你看着呢，爸，我知道怎么采访。叔叔这一刻已经在笑的都不行了，对对对，觉得这儿子太贫了。我就碎嘴了，这。嗯嗯，其实爸爸，我觉得爸妈还是很支持你的。对对对，包括说很多时候，这些平时不会感受到家人那种温暖，在最脆弱的时候，就最无助、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总会觉得家人的那种爱特别伟大。是，就第一个想到肯定就是，哎，我爸我妈或者是我家人。就比如说每次拍戏回来也好，怎么样就比较累，嗯，然后回来以后，基本上都会我爸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要不你回家住两天。嗯，歇两天，让你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嗯，好好歇着，好好歇两天。嗯嗯，我们看到这边有朋友在提问啊，说秋实，你觉得你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吗？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嗯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幸运的点是哪？碰到了你们。嗯，哎，好感人啊！此时应该小画面、小音乐通通响起，你知道吗？真的是。嗯嗯，看这边大家都说没有啊，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你，啊，你都要可爱死了，哎呦，等等的这种话啊。那说到可爱这个词，我就问一下，你自己如果给自己的外形定一个那个风格的话，你自己应该想到是什么？绝对不属于可爱，绝对不属于，never OK， 绝对不。你看我样子，觉得可爱吗？哇，刷了一波可爱，大家实力打脸。行，你们说可爱就可爱，好吗？嗯，行。你们开心就好。那你如果自己，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我挺霸道总裁的，就完全跟可爱不沾边儿，是吧？其实吧，我是一个挺人生的人。如果是陌生人跟我，我真的很高冷，就不爱跟别人说话的那种。因为可能是吗？我真的，我陌生人我真的不爱说话，大大的就理都不理的那种。啊，你就你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我不是那种自来熟，不是。如果说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我想跟他接触的话，我会是自来熟。你会去说话？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路人，他对我的生活就只是没有什么任何交集，我没有觉得他很有意思。嗯。然后我也不想跟他有太多接触，我就压根儿不理他。嗯。那如果就像你直接肯定遇到这种情况，路边粉丝突然遇到你，哎，秋实非常热情跟你打招呼，你一般会怎么办？嗨，你好。就这种。
就很浮夸。嗨，你好。没有，我就正常啊。其实现实是啊，谢谢，你好，你好。会这种是吧？其实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对，谁不希望被认可，对吧？对，没错。我们还看一下这边朋友留言啊，今天大家真的是特别热情。哎，我还没给大家介绍今天这活动方式呢，就是，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没有，这不是让给你们那什么任务送礼物嘛？那大家在直播过程中可以在我们聊天时候啊，随机截取画面，然后呢，艾特新浪明星畅聊会的微博，然后并把那个照片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的小编会选出5张特别好看的啊，当然就是一定要截得帅一点，好吧？然后丑那种闭眼睛什么的，通通就刷掉，然后会选取5张给大家送出。你放心吧，一定会有很多崭新的表情包。其实我挺后悔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把我截巨丑，所以大家截的时候也这样啊，尽量截秋实单人，就单人5张送出秋实的精美礼品啊。秋实平时会不会有自己没事儿给大家粉丝做一个福利活动啊之类的？这算什么福利呢？比如说，你说哪方面？就比如说，哎，我给大家送几盘新的专辑 EP 啊，那曾经。唉，这怎么一声叹息呢？曾经做过一次死啊，就说抽那个小孩子的爪子硬，其实你们可能是吧，都耿耿于怀。这事儿我确实是那段时间太忙了，我说送，然后抽完了都忘了，这事儿就耽搁了。但是要再找那几个人吧，就找不着了。然后那这样吧，再重遗憾，重新抽一次。怎么抽？怎么抽？你不是说了吗？是上次找不着那些人了吗？哎呀，这次我跟你说，就是绝对不会轻易的再抽奖了，因为我觉得这事挺麻烦的。确实挺麻烦的，因为毕竟粉丝数还挺多的，就特别庞大。不是，就是不是那个麻烦，是印爪子印比较麻烦。哦。那猫吧，它不听话，它欠抽，你知道吗？这印爪，动物它总是不好把控。哎呀。他是我大哥，没办法。说我这猫，就是咱聊聊猫的事儿吧。平时是不是经常今天就是跟猫厮混？现在不会了，现在因为我爸我妈可能，他太淘了，真的太淘了，我就没见过这么皮的猫。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他就在你身上蹦迪，你知道吗？就不行，在你身上蹦迪。啊，就一只神奇的会蹦迪的猫，我真的就那屁股就蹭你脸，就来回蹭，然后从你脸，然后走到脚，再从脚走到脸，就猫指定哪儿就开始蹦。猫应该都很傲娇，都不理人的吗？我更傲娇，就是他越想搭理我，我越不搭理他。你们两个就天天就我俩就互相傲娇，你知道吗？比如有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我想逗逗他，跟他玩玩，他就不屌我，不搭理我。哎，挺烦的。那你不找他就在你身上蹦迪。这个，而且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出一天工作，出一天行程挺累的了，你往那床上躺，他就开始招你。就我这耳机，咬坏3根了吧，最少充电线都咬了不知道多少根了都，什么各种就见啥咬啥。哎，这手上有的地方也被他挠，各种哎，太淘了。所以他是我大哥，我不干涉。然后他叫小矮子，由他情绪来。对，他叫小矮子嘛。然后基本上我的粉丝朋友们都叫他矮帝，就帝王的帝。就是很牛，就很牛，大家全都跪服。然后对，必须跪倒一片那种，就是必须膜拜。然后后来因为我爸我妈可能想让我好好休息，然后就把小矮子接回家了。我爸我妈在养。现在爸妈在养。对，平时除了养宠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跑跑步，听听歌。为什么要笑？没有，在我看他那个表情很不屑啊。然后跑跑步，听听歌，看看电影，溜达溜达，跟朋友一起吃饭什么的。爱做饭吗？会做饭吗？会做饭，真的做的真的很好。真的假的？不吹不黑。那行，那做的至少比蔡老师会的多得多。啊，那既然蔡老师就是一道罗宋汤，你知道吗？从头做到尾，做了8辈子了都。那行，那说说你的招牌菜吧。那我们必须为蔡老师那什么？糖醋排骨。糖醋排骨这么难的你都会？很简单的。我觉得这种菜就很硬啊，就完全很难做。我手机，我实在不用，我一会儿下来给你看，我做小视频。
我真做来着，我前两天还做来着。糖醋排骨。哎，要不过两天我直个播做，哎，算了。嗯，这事儿我跟你说，这轻易不能承诺。对，不能承诺。承诺出来就是个事儿。算了，我不听话啊。嗯，就那什么，看心情。除了糖醋排骨之外呢，素菜。可乐鸡是素菜。嗯，素菜很少做，我是一个肉食动物。那为什么身材这么好？哇，你是哈就什么？哇，身材好，真的身材真的很好。别开玩笑了，我的肉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就会长呗，什么天生丽质。对，全长脸上了，还看不见吗？没有啊，你脸很小。你看，你全是肉。没有，我觉得脸很小，就看本人的话，就觉得脸就巴掌这么大嘛，那种感觉。嗯，看谁巴掌了？但稍微有一点小肉，这个，但它其实正因为这种感觉有自己的特点嘛，就感觉有点。像你说这种小蠢萌范儿，平时自己会运动健身吗？多吗？偶尔吧，不多。偶尔，是挺懒的，说实话。嗯，懒晚期。嗯，比较而言，比如说相对跑步、游泳啊、器械，更喜欢用哪种方式来消耗？跑步啊，跑步很有意思，你得看在哪儿跑。跑步有意思，我靠，很有意思啊！跑步跑15分钟我就要疯了那种。你听我说，跑步首先你要自己跑的话，看心情。嗯，而且你得分场合，你要在健身房跑步那是没劲，就是往那夸夸夸跑，撑死了戴个耳机听个歌，嗯，对吧，挺没劲的。但如果说你要去公园跑呢，你去奥森跑就特别有意思，一圈大概跑个差不多1小时，奥森那一圈挺大的，10几公里，然后但是跑的人很多，然后看形形色色的人，什么年龄段都有，观察听听歌什么的。听歌我都不听歌了，要不我基本上会约朋友一起跑步吧，就边跑步边聊天，还锻炼肺活量，对吧？嗯，边跑步边聊天，这么说也是一个办法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跑步，你得跟对了人，然后去对了地儿，你会觉得跑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不是特别流行夜跑吗？是，我就是晚上出去跑。啊，你今夜晚？哎，也不是太晚，因为小黄昏那会儿。对，差不多没有大太阳的时候。就刚夕阳快西下，我要回家的那个时候，然后去跑步。嗯，大概6:30、7点那样。嗯，只不过我家到奥森有点远。嗯，然后看到就是经常参与一些杂志的拍摄，你觉得自己是个时尚的人？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很时尚的人，我刚才穿着外套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应该阻止。没有，他们阻止是因为其实刚刚。就是那外套挺帅的，我觉得我个人眼光啊，我觉得挺帅的。虽然我说这句话，没有，经纪人姐默默地摇了摇头。不是，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外套，只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舒服惯了，休闲惯了。我觉得像这种采访干嘛的，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不需要太正式。嗯，所以我才觉得无所谓。其实把那个衣服领子拉上，就这种，我就特别高中的感觉，你知道吗？特别有高中的感觉，穿校服然后领子呲一下拉上来那种感觉。嗯，特别怀念那个时候。但是经常会拍摄一些时尚杂志啊什么的，偶尔吧。嗯，你觉得就是当 model 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摆什么 pose 就很难受，因为他跟你拍戏不一样，拍戏的时候他是给你固定的本子，嗯，比如说他你就这么摆，你就这么摆，你就这么摆，咔咔咔咔咔拍完以后就完了。嗯，但是你去拍照的时候不是，摄影师基本上都得抓你的感觉，你随意摆 pose， 他自己抓拍，抓。对，然后再加上我有点啊，你们。我稍微有点镜头恐惧症，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已经习惯了。嗯，看起来现在非常自然啊，嗯，感觉非常熟练。但是其实一般摄影师想拍那种时尚杂志什么，他会就给你放音乐，然后自己就开始摆，嗯，对，然后完全用自己找感觉。但是周围围一堆助理，你就特尴尬，啊，就不好意思，是啊，就觉得你自己摆个炮就。这怎么就特装，你知道吗？对，就这种感觉，你会觉得说，哎，我要是太活跃了吧，太夸张，显得特能嘚瑟，就觉得特二，对，特蠢。但是你要是就不夸张又很生涩，大家会觉得你会不会摆啊？对，没意思，不专业，你就会觉得不专业。嗯，其实这种还是所以拍摄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看状态，就是其实拍舒适的那一套就很放松，很在状态，有一套杂志。最期待合作的演员和歌手，各说一个。最期待的演员，嗯，高俊熙。高俊熙。高俊熙。啊。算了，太高了，其实挺有压力，但是还挺想跟他一块儿演个戏什么的。其实就想看看他真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女神。你的大女神。啊，我就特别喜欢高俊熙。
气质很好，对，而且主要在气质，甭管是身材、长相，各种都没说她很漂亮，真的，她很漂亮，而且很有特点，对，就很有辨识度，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然后咱们接下来歌手是吧？歌手，歌手，基地。G-Dragon 啊，我特别喜欢陈龙，你特别有才华啊。对，而且他也还挺辛苦，挺这一路走过来也不容易。我对 Big Bang 就是反正就是会经常听他们的歌，但对他们生活了解真的就不多。没事，就没有说 follow 他们的状态，就喜欢他们的歌就可以了，够了。对。那我们一小时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间现在已经9点钟了，就看到很多朋友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秋实啊，一直在给他刷留言呀，一直说表达自己多么喜欢他呀。那在节目结束之前，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接下来这个工作的一个规划？好，能说吗？没办法，他们给我举这个手势，我们欣欣姐给了一个这个 no， 然后。所以我之后的工作安排请看微博，到时候可能会发出来，行吗？我这么说行吗，姐？然后你下来不用打我了吧？好。然后不打我就行，我就害怕你打我。你这样纯欲，你看我手上这伤全是他打的，你看这掐的全是他打。姐，离镜头远一点，不要出镜，不然对你人身有危险。行，开个玩笑啊。那行，那所有支持秋实的朋友还是说要关注他微博的实时动态，然后他如果有关于任何自己作品方面呀，包括跟粉丝的一些活动啊，都会在微博上更新。那也感谢秋实今天做客我们的明星畅聊会，谢谢当然谢谢所有朋友在屏幕前的守候吧，然后你们支持秋实绝对是有道理的。对，那今天的明星畅聊会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拜拜。